根據香港基本法咧，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律政司咧係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佢係唔受任何干涉嘅。佢個專員咧，佢只不過係負責分管呢個律政司刑事檢控嘅部分，即係等於咧所有權力係集中於律政司司長嘅，個權力唔係下放俾刑事檢控專員嘅。第一就是这个裁判司有没有一个表面证供成立的一个考量去把关，第二就是主审法官有个裁量权的把关，入不入去给陪审团去考虑，第三陪审团也会把关到底他看过这些证据之后有没有觉得有疑点而不应该定罪的，所以司法制度已经给到很完善的一种把关，而律政司如果有表面证供成立而不将案件送入法庭呢，就是违背了他的功能和责任，他直接是架空了香港的法院。寫啲咁嘅公開信，同與市民同行，香港人加油呢啲咁暴徒式嘅詞語，好明顯就係有一個好強嘅一個政治嘅考量。如果真係查到邊個做呢樣嘢呢，亦都應該調查到底係咪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咯。即係你咁公然嘅挑戰上司，唔係喺內部反映，而係對上司同埋兩個最主要嘅官員嘅一個嚴重嘅人身攻擊，同埋對香港法治嘅攻擊，對政府施政嘅一個攻擊。我覺得呢一份咧係非常之唔專業嘅一份聲明書嚟㗎。唔似係律政司入面嗰個檢控官寫嘅，因為咧你睇翻好多字咧，暴徒啊、黑警、姑息、踐踏呢啲咧係一啲形容詞咧，係冇任何嘅證據咧，或者冇實質嘅意思嘅。如果呢一封信係假嘅，咁所入邊寫嘅字裏行間咧嗰啲嘢，其實係一個圈套嚟嘅喎。佢係會以一個偽造出嚟嘅一封信咧，製造其他嘅事端咯。所有的案件所有的证物呢去到法庭到呢到时会开庭审讯的。如果在那个证据上面呢是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些不足啊，或者因为他赶头赶命呢很急速地这样呢落案而导致那个证据链呢是有破损啊断了啊，那个法庭呢是不会接受，还有个法官去到这样的情况呢是很大机会是释放被告咯。所以就話做呢啲咁嘅刑事嘅檢控咧，好謹慎嘅、好緊密嘅一啲程序咧，係要跟嘅。所以唔會話因為時間嘅緊迫，係會未做好曬啲嘢就去馬咯。係一定係有深思熟慮嘅，係有足夠嘅證據咧，先至會提出刑事檢控嘅。